那我跟你讲，跟我就录下来了。我再给你看一下我们的国中跟哎、欸，我们的高中已经放好了，我已经请老师帮我弄好，所以国中的文该很快，请老师帮忙弄。好，我们看这二三题，题目说有个矩形，长度是三一减五，宽是 x 加二，面积是104，求它长跟宽。这种题目超简单的，为什么？假设不用假设，因为它假设给你了，所以只剩谁？列式，对不对？好，请问你什么是矩形，知道吗？矩形就是长方形，所以请问你长方形面积怎么算？长乘宽，所以就3x 减5乘上 x 加2，然后得多少？来面积是104。好，列式列完，后面自己算，怎么算？就乘开嘛，对不对？乘开然后就用什么方法算？我认为这种题目的话，应该用那个十字交乘的方法，机会很高。好，你先帮跟我做一下。